3月22日，香港苏富比2019年瑰丽珠宝及翡翠首饰春季拍卖预览在香港举行，呈现超过200件拍品，模特在场展示了一系列流光溢彩、设计独特的钻石，汇聚粉红、蓝、黄、绿等各种色调，每一件都价格不菲。一颗超大的 88.22 克拉完美无瑕椭圆形白色巨钻为重点拍品，闪耀全场，估价8800万至1亿港元。模特将钻石和鹌鹑蛋放在一起，两件物品体积相近。苏富比专家介绍，世界拍卖史上只出现过三颗同等品质的超过50克拉的椭圆形白钻，这颗钻石是近五年来最大的地色无瑕钻石，成色、净度和切工都完美无瑕，取得了白色钻石质量评级中 4C 的最高标准，外观看上去火彩十足，光芒夺目，弥足珍贵。钻石发源于非洲，专家表示，从几万吨岩泥中找到能切割出88克拉钻石的大原石非常难得。它原来呢是在 Botswana 一个矿叫 Drawning 矿开采出来的，然后呢它的原石呢的重量是242克拉，它比较的原型就比较长方形一点，然后呢就是适合比较打磨成一位椭圆形是比较好一点，就没有耗这么多的原料。然后它也是 Type 2A 的意思是说它没有含任何的氮在里面，